是这一款，这一款蛮百搭的哦。就像我是搭这个长裙嘛，然后如果你搭那种牛仔短裙，还是当吊带裤的那个内搭也 OK。就是它那个版型就是不会太宽版，然后袖子这边又有造型，就蛮适合，就是内搭。然后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，这个是粉色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身上这个是灰色，基本的灰跟粉。然后它是这种，它那个棉的材质是有点这种，它有点混纱的感觉，它有点白白的，这样。然后是灰跟粉，然后是整件都是素面的，然后就是袖子这边比较有造型，那种荷叶袖。然后它是完全不会贴在手背上，就是不会合，这样，因为它是做这种，就是有点像开叉的，然后是两片拼接起来的，有没有？的那种荷叶袖。还蛮修饰手背这边肉肉的，是完全不会贴，然后也不会卡腋下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这样，它腋宽，它腋口宽其实蛮宽的哦。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有没有？腋口宽。